太不热情了，对不对？我啊，不是，还不够是不是？再热情一点呢？没有没有，很开心很开心看到你们，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谢谢。嗯，很想问哈，既然是在我们动感101曾经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张富贵，好像这个话题当时被炒得很热，你们还是不是特别希望一心以张富贵这个身份能够跟粉丝多一些非常亲密的交流啊？是吧？张艺兴是你们心中最好的张富贵吗？是，希望我也可以用这个名字多去跟101动感101来互动。对啦，是这个名字一定会让你在音乐上面大富大贵。是的，当然刚才因为我也讲了叫越努力越幸运，对吧？现在大家都好喜欢这句话。其实如果有关注动感101的微博，昨天半夜那么晚了，小绵羊彩排了2个小时，彩排完